有一位诙谐幽默的警察啊，经常上电视讲这个交通法规的问题，但是他的说法呢是很幽默、很人性化的啊。当然，很多事情曾经这个引发不少的段子，也让人留下很多真诚的眼泪。不过呢，谭同志啊，也因为这样呢，把自己的工作给搞丢了，沉寂很长一段时间。最近呢，谭接受了一个访谈，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说的是现在的这个交通执法啊，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问题。在谭的这个过去的很多访谈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都能够看到，很多底层老百姓的身影，很多人的生活不是我们想象的，也肯定不是高层想象的。而现在制定的很多政策呢，确实没有为这个底层百姓的生计着想。我现在就能够经常看到的是，我们周边的路口啊，不断的有这个查电瓶车的，不管什么都要查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过这个路口都要交费，这可能就不正确了。很多这样的现象持续很长时间，叫敢怒不敢言，现在终于有人出面来说这个话了，也希望有关方面要尊重老百姓，尊重底层人的生计问题。